这么早啊？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待会儿要审查了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审查，实话实说呗。我一直没问你，但是我知道你小子肯定心里有数。其实一会儿结果怎么样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我知道，我做了一名消防员该做的事情。我也稳定了队员们的情绪。我这样做呢，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可以让你安心养伤。当初吴战招你的时候，我极力反对。现在想想，我那时候太狭隘了，看东西总有局限，所以我看到的也都是自己想要看到的。李西城，待会儿不仅仅是审查，更是让社会大众了解我们的一个窗口。至于结果怎么样，没那么重要。今天，我们针对4月30号的高层事故救援，进行最终公开调查。之前，我们对个别队员进行过单独的询问，得到的答复基本统一。希望下面的询问，诸位据实回答。4月30号高层事故救援，你们谁负责指挥？我负责的。李西城，入职前。因为参加火锅店的火灾救援表现突出，后经过消防训练进入了消防。你觉得自己具有个人英雄主义吗？审查组同志，反对诱导式提问。我可以回答。有。那你觉得这次事件中具有个人的表现因素吗？完全没有。陈建祥，如果在一个没有呼吸设备的情况下，一个人在浓烟之中，多久会导致昏迷？那要看浓烟的密度。事故中的浓烟密度，预计20秒左右。陈大俊，你们的这次事故楼层是多少？14楼层。垂直高度是多少米？45米左右。从卧室穿过客厅到达消防通道，李西城，你们总共用了多少时间？不知道。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判断不用云梯车，而是直接抱起一个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孩子，通过浓烟去往消防通道的？经验。经验？你都是凭借经验参加救援的？也不是，但特殊情况除外。什么是特殊情况？如果你多犹豫一秒，就会有生命危险，这就是特殊情况。针对这次事故，我们用电脑进行模拟。一是用云梯车进行救援，成功率是84%。二是你们的救援方式，成功率36%，还是被救人员在没有任何呼吸疾病的前提下。你们是怎么模拟的？数据由技术组提供的。那技术组熟悉救援吗？他们进过火场吗？其实也可以叫技术组的人员一块过来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救援。请大家稍等，我们邀请技术组人员。下面就救援进行自由的讨论。
重要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从我身上彻底。那个电视里边的消防员是你女婿？哎呦，老帅了，一表人才。那当然了，不光帅气，还特别能干呢。哦，关键是对我女儿那个好啊，那个百依百顺呢。哎呦，你们是没看到，那简直是那电视里唯一坐着那个最漂亮的女孩，那就是我们家一冰，就是我女儿，漂亮吧？看到了吧？哦，哎呀，真好看，真漂亮，哎呦，真是的。老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不是闺女今天过生日吗？爸爸，哎，我的大宝贝儿，我想你了。爸爸也想你了，来，让爸爸看看。哎呦，怎么这么瘦了呀？是不是妈妈没给吃好吃的呀？陈大俊，哎，我虐待你女儿了。哎，当着孩子的面儿，别数落我了啊。真是难得啊，这都五年了啊，你终于知道主动回来给闺女过过生日了。这回呢，我特意的多请了几天假，好好的陪陪你们两个，好好的给闺女过过生日。真的？真的。高不高兴？高兴。闺女啊，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呀？我想吃炸鸡腿、炸薯条、喝可乐，还有……你就天天知道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。没关系，你今天想吃什么，爸爸都满足你，好不好？好。老婆，去换身衣服，换件漂亮的衣服，咱们马上出发。走，跟妈妈换衣服去。好，走喽，走。根据国家地震局最新消息，此次地震震级7.5级，震源深度20千米，震中位于仙水镇，一直延伸至居安镇方圆10公里范围。根据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，截至目前尚未接到相关报警和人员伤亡情况报告。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，但地震发生后，政府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，消防救援部门立即启动地震应急救援预案，调派多路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灾区，对当地受灾群众进行救援行动。目前怎么去给孩子过生日？灾区重点地区利用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积极搜救被埋人员。在消防陈大俊，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为保障一线抢救救援任务，专门请假回来给孩子过生日，陪我们娘俩。
我们根据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，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，政府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。宝贝，我们给爸爸录个视频好不好？好呀。来啊。老公，我在给女儿过生日呢，我们哪儿都没去，就在家里买了个蛋糕。今天你走了之后，我态度不好。你别往心里去。其实我不是不理解你，我就是希望一家三口能团团圆圆给孩子过个生日。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啊。给爸爸说两句话。爸爸等你回来，蛋糕给你留一块。真棒。那你就多注意安全，我俩在家等你。同志们，这是一场战斗，一场灾难和时间的抗争。你们每个人双手代表着生命，代表着希望，代表着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期盼，对你们的重托，对你们的信任。我们绝不能辜负，也不会辜负，一定要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出发，向前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，震级7.5级，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，还有4个小时我们就将到达目的地。目前灾区缺少干净饮用水，食物也短缺，所以每人每天限量2桶泡面、1个面包、2瓶矿泉水。现在做一下统计，家中独子的请举手，未婚的请举手。好，这些人为第二梯队，负责配合，剩下的人为第一梯队，跟我深入救援。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笔记本，现在打开，5分钟时间，把跟家人想说的话都写下来。各队员注意，救援中不能单独行动，由各班班长带领，遵守救援原则，先易后难，先轻后重，先近后远。青山镇东南5公里为仙水镇，安定消防站救援区，西南方的关桥镇和正西方的居安镇由蓝燕特勤负责，青山镇位于正北方，是我们此次任务目的地。一旦完成指定救援后，相互增援，所以在满足救援基础上，要最大限度保存体力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。老公，我在给女儿过生日呢。今天哪儿没去，就在家过的，挺好的。你现在应该在车上了吧？反正就是注意安全啊，然后。我在家等你回来。宝宝，跟爸爸说两句。爸爸等你回来，我也给你留一块蛋糕。真棒。你怎么不写呢？不知道写什么。我无论写什么，场景不都。那你跟我约法三章：一，保证安全；二，保证安全；第三，还是保证安全。你真跟张姐一模一样。
那你保证吗？好，我给你保证，我一定注意安全。哎，老乡，这怎么都堵上了？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，路堵死了。那还有没有别的路通往仙水镇啊？据我所知，没有，只有这一条。老叶，指挥部传来消息，前方余震不断，道路塌陷了，这全堵上了，救援不能等啊！实在不行，就只有徒步了。我同意。设备和物资已经空投，但几个镇能见度低，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达。这样吧，我同蓝燕抽一个班清理路障，保证后续设备进入。好。王峰，小俊，到，让兄弟们带上能带走的，徒步。是。老白，哎，你一起准备吧。好。振振，待会儿进去之后，注意安全。全部破坏。吸收水量，去拿生命探测仪。好，剩下人带护具，跟我上。是是是。有生命迹象。徐亮，到，去拿液压机。是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消防员同志，你快救救我的学生！李少奇，他们在哪儿？在学校。三班，留下配合李继成，剩下的人跟我去学校。是。是。李月琴，快走！快，走，快！就在那儿。就在这儿。消防员同志，这是学校的建筑图。你们一共有多少人？一共37个，其中包括5名老师，剩下全是孩子。教学楼一共几层？一共4层，一层应该在下面。板块挤压导致一方类似塌陷，下面应该有空间。陈大俊，把现有的出口固定一下。是。是。剩下人去另外一个出口。是。里面都是多大的孩子？
一楼都是二年级，他大概七八岁，跑出来的有15人。小王爷同志，救救你！一定要救他们！你放心，警察同志，驱散一下外围群众，别让他们阻碍救援。好的。没事。 那边的消息啊，出发前已经联系过了，老爷组织他的队员正在救援一个学校的孩子，情况很复杂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他在组织队员，说明他是安全的，对吧？嗯，老爷是个硬汉子，放心。 注意安全，放心吧，啊。
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二楼，孩子应该都在下面。黄月，你去把所有的液压顶都拿过来，做一下加固，防止再次坍塌。是。新生无斌，你们俩跟我下。是。快！医疗队已经全部就位，快点。收到。发现被困学生，在一楼西南角，赶紧准备。实施救援。是。来，小心啊！小心点，慢点。吴斌，咱们分开走，我走这边，你走那边，小心，慢点啊。慢点，追站长。我没事，来，先救孩子。来，坐这儿，等一下叔叔啊。哎。
把孩子给我。等一下，叔叔。我把你身上水泥扒开。行，别搞，现在孩子出去。你流了那么多血，我能放你一个人在这儿吗？李西城，我为什么要我自己知道？别耽误时间，快！你们每一个人，我都会交出去的。李城，吴斌，李城，吴斌，这儿。吴斌的腿，吴斌，西城，你跟他先把孩子带出去，这有我们。是，快去。小心，慢点，老师在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快，走。记下了。有人吗？有，我在这儿。有人吗？我在这儿。东北角发现一名老师和一名学生，请求救援。你放心，我们队员马上就把你救出去。有人吗？在这儿。怎么样了？我被卡住了。不，我在东南角发现一名老师，
启程，启程，你负责把老师送出去，我马上过来增援。好，来，这个腿有事吗？这个腿没事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都在这儿了，那边好像还有两个孩子。放心，我去救他们。陈大俊，你带着兄弟们先把他们给救出去。是，快来。黄月到，跟我去对面。是。谢谢。别怕，小心，小心，我记住了。再去手机没信号，也不知道木头那边怎么样，看这里的情况应该也不乐观。再坚持一会儿，慢点。哎，哪儿呢？就在那边。几个人？就那儿，有好几个人呢，求求你们了。好，你别急，赶紧把给我上，其他人抢险。是，兄弟们上。